白掌柜，怎么了？关叔今天熬制了一种新的药丸，您先尝尝。啊，关叔熬出来的药绝对没问题。老爷在家里不舒服，我得赶回去。啊，哎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您还是尝尝吧，要不咱不敢上柜呀。哎，好。好，大少爷，您慢走啊。是我今天跟娘学的舞蹈，好不好看啊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啊！那你起来跟我一起跳，来，我们一起跳嘛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蓝颜。朝宗，朝宗。觉得我今天好看吗？